送邻居回家之后，突然他家里回来人了，又被人堵在了阳台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虽然我觉得挺扯的，但就是发生了，保安能替我作证。没劲，我还以为有啥劲爆一下。你想啥呢你？这功夫，你看得还不错，你都单身这么久了，你不查吗？你以为我像你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情况我也说完了，我得回补觉去。那个。今天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谢谢啊。没事，酒量不好，以后别喝那么多了，怪丢人的。谁呀？哎，你不是那网红的朋友吗？对啊，昨天他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吗？今天让我来找你吃饭，谢谢你。哎，我就不去了，你跟他说一声吧。走吧。哎哎哎，哎，空空，我把他叫过来了。啊，那你们先坐，我马上就好。那个上次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再一个你这是让外卖做的呀？再一个你不网猴吗？你也不是第一次干这尴尬事了。还有啥事啊？哎，你先打住啊，咱们仨先吃饭。那喝点吧。还喝？你也喝呀？